即上次我上過一次佢城寨，就上啦不斬國人。啊，個心諗咩咧？即係十五十六嘅，因為第一一定係會有一啲即係譬如聽我節目嗰啲人，即係個心唔係咁重要嘅，即係大佬嗰個一百嚟喎，或者啊嗰、那個花生台嚟喎，嗰、那個佢城寨嚟喎。不過我諗即係我成日都覺得，頂住佢即頭皮上啦，即係第一鬼叫請我嗰、那個。我又爭佢啲人情，爭啲雙普，咁佢又叫到我上去，咁我都要買佢一次人情。第二咁就硬著頭皮上去啦，睇下有冇啲意外收穫。咁如果冇都冇辦法啦，同埋即係我都表，即係講到明係我表表我個人嘅，即係當然任何人都代表唔到佢其他人噶啦。咁如果最尾上到去嗰、那個訪問節目出咗啲咩差錯，或者啲言詞啦，講嘅嘢係唔即係唔掂嘅。咁承受嘅都要自己去承受翻噶啦，咁都好著公道啦。咁如果你話有意外佢收穫，例如譬如有啲黃絲佢支持者啊，聽咗啲説話啊，即係覺得泛民都係底屌嘅，即係平時唔應該咁樣抹黑嗰啲激進派又好，佢叫本土派、綠派、超多派、乜柒派佢都好啦。咁都係一個年代佢收穫啦。咁樣蘇花，你問我兩樣。佢都有咁樣，你有老實你問我，下次有人揾我，咁我都睇下睇邊個咯，我唔識佢，我而家唔蘇佢啦。哦，即係識佢又去啦，恭喜曬！或者啊，城寨啲人哇，搞咗做咩？請呢個林康正，你平時會批評黃絲、批評泛民做嘢咯喎。我屌你老母！即係人哋邀佢邀請我，我其實我唔會益唔到人哋嗰啲收視啊，我就 care 啲 fair 啫嚇。咁第二，即係三個人好朋友啦，好有義氣嘅人啦，同埋我點解要驚上去咧？我點解要避上去咧？點解其他台即係邀請我，我就要唔敢上去？第一，行得正，翻翻嚟先。行得正，企得正，冇做個虧心事，你使乜驚？使乜避啊？況且人哋唔係惡意去要去刁難你喎，即係想講國際大事。就算係啊，即係鬱文都有上過呢個節目添，都上到城寨斬國人呢個節目添。就算係啊，你都唔需要驚，因為如果你話你本土派又好，港獨派都好，你冇對唔住泛民主派啊。你冇對唔住嗰啲批評你陰謀論嘅人，即係話你收共產黨錢嘅人，係佢哋用陰謀論話你收共產黨錢，話你支持港獨、支持本土、支持勇武，就收共產黨錢就係掘鬼，係佢哋對唔住你嘅咋，所以你係唔需要避，同埋咧係唔需要驚。傳媒又好，網媒又好，唔係一個俾你圍爐取暖嘅一個咩場所。如果有啲人有唔同意見，你更加要去添。我亦都唔介意城寨入邊下邊嗰啲留言，即係一部分嘅網民留言。做人有胸襟，有氣度。如果你唔同意，譬如亨利啊、啤你或者我哋，對於泛民主派嗰啲即係監察同埋批評，你有理有據有道理，咪咯，有證據係嘛？就大家可以辯論。真理就越辯越明。第一，我哋都唔使驚，亦都唔使係話林康正，喂你。最好不要想，我唔亦都唔驚，亦都唔需要怕，因為冇做虧心事。仲有，即係我想講，如果即係你五毛啊，啲新大陸啲冇得講啦。如果你支持對民主啊，我哋要講咩言論自由、多元化聲音，係要多元，係要包容，係咪要更加之包容唔同嘅聲音？人哋批評你要睇下點解批評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好啦，今日多林康正，喂，多謝你上嚟，我唔使，多謝你上嚟。林康正咧，
就是網台主持嚟嘅，我哋啲行家嚟嘅，同時咧亦係年青才俊啊，有作家咁啊，成日都出書嘅。咁啊，今年咧出咗其中一本書叫做《排華》。嗯。咁啊，見到之後，咦？呢、這個題目好吸引我喎，咁啊，同埋寫得好認真啊，好客觀嘅。咁啊，一個收到呢本書之後咧，我啊諗起一個故事。嗯、究竟係呢個邊個啊？嚇、嗯！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出版咧，你就會發覺佢近呢幾年嚟咧係寫咗唔少書嘅。咁啊，而家呢啲書咧最關心嘅，當然係我哋一般讀者咧。另外最關心嘅就係北京啊，因為佢寫嘅書咧，嗱，舊年佢就寫咗一本叫做《獨立》，一本叫做《革命》。咁北京一聽佢個名咧就已經好驚啊！但係咧，其實裏邊所講嘅嘢係講世界噶嘛，唔係講單單講中國噶嘛。今年咧佢又寫咗另外兩本書，一本咧就叫做《反共》，一本叫做《排華》。喂，咁其實排華咧係講外國排華咧，某個程度上咧都係幫中國㗎。嗯、但係咧，因為係呢個後生仔寫嘅，咁所以國內已經對佢有個承認，我覺得唔應該咁。咁即使你係講反共啊，人哋個講個反共唔係一定講反中國啊嘛，嗯、啊，但係係會反中國共產黨嘅喎，反共啊嘛，亦、嗯、都唔一定係反中國共產黨，而係反對共產主義呢一個唔符合人類潮流嘅思潮。咁、嗯、所以咧，佢最近寫咗呢幾本書咧，嚇、啊，咁啊開始有啲人啊關注下佢，呢、嗯、個就叫林康正啦，嚇、啊。咁、嗯、我哋今日唔講其他嘢，我又講翻 Me Too。